爱你。这位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事没事，你让我假扮你未婚妻。事成之后，我不仅可以撤销对你所在漫画社的起诉，还会按照合约给到你相应的报酬。不是，傅先生，撒谎是不对的，其次欺恋爱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你画的漫画似乎人气也不高呀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我不准你侮辱我的漫画，谢谢。你画不好，是因为你不了解我，也不了解我真正的生活。你要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就可以看看我所生活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。据我所知，你妈妈的病需要花费很多钱，我可以让她接受最好的治疗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想清楚，给我打电话。傅总，您不是说见了傅爷爷以后，就可以投资我们的水面油吗？是啊，您说话不能不算数，对吧？哼，骗子，愣着干嘛？滚，否则我报警了。哎，不是你答应我们的吗？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是是啊，哎你哎你什么意思呀？答应我们的吗？别碰我妈！你哎，傅总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霸占我的专利，你给我过来。夏夏，你怎么了啊？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不是说带那个傅思涵来让妈妈瞧瞧的吗？嗯，他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没时间。哎，他不会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跟向向无关，从头到尾他只是接受了我的雇佣，听命于我，才不得不欺骗了您。你以为我猜不到吗？爷爷，所以好了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香香在临走之前，他已经答应我了，他永远不会再见你，你也不要去找他。思涵，他和你的身份相差甚远，这是对你和对他最好的结局。爷爷。哎，不让你！哎，想要挟我？门儿都没有！今天你想做副董事长，明天是不是就想坐我的位子了？
不容，你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！居然连自己的哥哥也害。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只要他活着一天，傅氏就不可能是我的。就算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没有了证据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爸，我错了。傅蓉啊，你的心怎么会这么狠毒啊？我把你从小抚养到大，视如己出，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？我劝你去自首，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。